找到了真正的德警和居间会的人，大家都平安无事。你没事吧？你不要紧吧？总监，一个星期以后，疾风队长跟暗勇副队长为了重建塔罗基地，再度踏上了越狱。哎呦，你握完了没有啊？是，走吧。好了，疾风队长，祝您在这里。 这你就不了解，其实他是全世界最害羞的。不可能吧？胜利队队长，御监会小姐，从今天起，我要以胜利队为目标，重建卡罗基地。 如果能创造出彼此互相信任的卡罗，相信外星人就无机可乘了。队员们之间坚强稳固的感情才是最强的堡垒。这次我见到了你们，再度体会到这个道理。卡罗基地完成以后，希望各位胜利队员能够来月球玩一场。卡罗基地队长，疾风，不住，你还是跟以前一样迷人。 疾风队长来了邮件，他说卡罗基地建成以后，大家一起去月球玩。去吧，带我去！一路随行，杂派相包。